年式人行信号灯配合原有立柱式同步使用，可强化对低头族的安全提醒，安全过街，提高安全通行效率，减少人行横道线周边事故。 LED 发光装置的十字路口行人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的比例明显下降，目前此设备已在我市试用，如果效果明显将继续扩大安装。感觉有什么好处呢？挺好的，省得行人闯红灯。红灯能不能走啊？不能。